去啊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怎么你也知我是你的剑锋呢？锋，你就是跟我师徒有缘啊！今天你来到此地，为师了解你心中有所疑问，为什么你会感觉讲你的体内精气百倍？对，我感觉真奇怪。运动我是路中剑锋，靠双手呢，我寸步难行。严哥，我饮这湖水，让我感觉呀，我全身躯浮沉像正中着我的骨骼。那呢是，我身体嘛已经复原了。师傅，到底这是作何解释呢？剑锋，为师讲你明了，你方才说你的湖水，这是救你的骨骼。了错的湖水。你饮一嘴，可以增加你十年的功力。方才为师观看，你剑锋连饮了三嘴，如今你已经气运上武，有30年的功力在身了。这是为了，现时我的剑锋本当是无气之人，你将我气运上武，再有30年的功力，应该是无。我现时心寒险境，踮在这溪谷内，除非我错失了飞上空。你若无吃养命丸丸，我无离开的机会啊！杨红，你不用烦恼，我知影讲，你现在在安东断崖之下，受不回全家的用。放心，离开之前，为师送你一件布衣，杨红接住。师傅，弟弟讲，请送我这件布衣。宝剑有甚物款的好路用呢？论了主念布衣，名称为天布衣，可以为天上的帮助你离困难大意之地。真是有影，师傅，感谢你两块素宝，要飞天布衣为我增强功力，早日我离开此地啊！都唔对，但是剑锋。要离开阵前，为师向你交代，你回转府中，这是向恁爹亲赔罪，要大了大对恁妈，攻打乌头山。再者，你在江湖上走跳，为师希望得到名利，好，不可两行两标。你剑锋已经气运消耗，江湖上走跳，你李剑锋名声飞天大将。够够险境，受我30年的功力不但如此，飞天宝衣将送给我，苏武灵威武，受我四门。不知究竟是真也是虚，我来苏武甲明，将送我飞天宝衣，让你我早日渡过险境，叫我安尼先准备穿上宝衣飞行上天。